进第一名，打了五十几场，打差太多了。打什么五十几场？他总场数五十几场啊！吸血鬼第一名那一个至尊，那个团标第一名，已经打靠挖七公魔、啊。你那配的有些傻傻呀。战国兄很强，也不烂哦。我有跟他配过。他阳康玩的还很不错，不是欧阳。飞龙在天，欧阳来了，我不可以跑。没有中，我们两个互相挡旗就好，机动不用拿旗。我来啊！秒掉！你改技，我要跳起来，旗子换人。好。嘟嘟啊，好。靠呀！被打掉。没关系。我吸 ，boss 居民，我说被翻墙了。我说有白目啊，晚一点再创一个这只要认识的。他说对啊，到时候再邀我说北蓝害我一直断，一直被洗。再秒了。我去断他。我看成对方的气功在放。蛤蟆神功。阿 Q 像不？蛤蟆神功。哇，好被睡眠了。我来了，旗子给我，被人打掉了，没关系，太靠，已经很靠近了，欧阳锋剩半条血，秒掉，再秒。哇，十二杀了！蛤蟆神功，蛤蟆神功，好戏啊！龙游魂，也教什么用加比啊？走火入魔又如何？蛤蟆神功，蛤蟆神功，飞龙在天。蛤蟆神功，我来帮你。他会跑，他要跑外圈。我放最后一次大绝要死了。哎呦，
回血回很快。换莎莎呀，我跟出去。你欧阳装备应该最强的吧？看你好没血啊！所以只要是被打一下就没了。对啊，我也被打到他们，跟他们起起。我撑好久，你的超硬。飞龙在天，蛤蟆神功。被定在这。蛤蟆神功。龙游魂。最后一下。回来了。火龟打法。我来掌旗，来这一场只剩一滴血，用到现在，我还会回血。我来当跑跑杨康，应该就可以到达。挡他的蛤蟆神功，不要来，不要毒我，不要毒我，我被毒死。走火入魔又差不多啊，拉的差不多了。我们都出来了，来，野西放大十 ，OK， 再放一次大，然后吸 ，perfect， 掉两全十，应该 OK 了啦。稳了，完美的结局，玩两场胜两场，可以结束各位了。蛤蟆神功，哇，十三塞，对，蛤蟆神功，龙游魂，神功无敌了，二十以上，哇。哎呦，这场分数最哦，对啊，一百，我等第二，要第三了，没办法。OK， 又滚。